1月6日，袁巴元在朋友圈爆料张雨绮和男子开房，引发网友热议。随后有网友翻出昔日张雨绮接受采访的内容，采访中被问到，你在爱情里算坏吗？张雨绮表示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绝对赞同女性可以一对多的同时恋爱，这不是坏女生，青春期那么短，我又不知哪个会是错的。追问到，那男人一对多也不算坏？张雨绮回应，只要他是爱我的，即使有妇之夫我也能够体谅，只是会很无奈，最后可能离开，但从内心来说并不是大到接受不了的原则问题。